混沌转、伏牛转现在都是铁头拿的东西，不过可能不起这个功啊。起个塔龙怎么样？起功还是太容易变成物理阵，变成枪手。决斗性好像秒拿吗？还是会啊，我自己觉得很好拿前四啊。以前的六等六斗有两种斗，决斗跟武斗。就在你能够六等六决斗，第三轮基本上都是在烧的。前期四决斗，中期六决斗都很贵，只是后面就会 lose out， 你后面就会每一家都打不赢，没有一家是你打得赢的。赛特你打不赢，佛爷你也打不赢，岩雀有机会打赢，但如果他有星朵的话你也打不赢。那就看你前期。直接把我们硬走这个直接看。好久没玩佛爷了。VNC 还是劫，看你 VN 有没有办法删吧，然后看你劫来找不找啊。都行，都不强。姐现在感觉要跟上节奏，要变成直升机。前面那有直升机转，六直升机或九直升机，开高觉会变弱的太快。变弱是没什么问题啊，每个阵容都有，像武斗上个版本也是有一个节奏点，它会突然变超弱。然后三星雷文加克斯是你的胜利条件。但决斗变弱的也蛮快的，但如果你装备真的超合理，还是有办法吃。狩猎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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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塔狗，九无人机被打假的，不是很顶级的阵啊，但应该说你出的时间点嘛，你出的时间点如果是第五轮九直升机就很弱啊，第六轮九直升机很弱啊，但第五轮的九直升机跟鬼一样，就是如果你有直升机星，然后飘到魔豆的话，然后那个装备也要 build 的对，那个东西比较像法阵，你的劫是可以拿电刀的。拿什么电刀龙牙加嗜血者，就是让你的劫赖着不走。然后乌尔加特带直升机转，黑客可以开，如果有人口的话也可以不开，它就是一个法阵。连你的上限就是魔刀刃嘛，魔刀刃很痛啊。然后就六直升机可以让你安全的血量上九，甚至不用说你九直升机了，你有六直升机，你上九的血量不会太危险。这只单挂伤害可以吗？有点普通。
那这个版本其实就是节奏嘛，你也不见得是什么九直升机，你在后面拆的没直升机都行，反正95就很强嘛。但就是看用什么手段拿得到。我等一下可以带你们看一下海克斯啊，有一些很奇怪的海克斯，平均名次都超高的，像是那个幻灵，幻灵是名列前茅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幻灵转幻灵星，然后直升机转直升机星，可以让你舒服上九，舒服上八了，不用说上九，能让你用舒服的血量上八，你再慢慢去转成，都是好的海克斯。感谢石头帮小弟送 Rex 的订阅，谢啦。对啊，你后面不用玩七幻灵啊，你猜到三幻灵甚至零幻灵都行。主要是这个版本就是高费卡太强。哦，费德提克跟鬼一样，摩托凯撒二也还不错，本来就还不错，只是容易空搭。然后乌尔加特现在二星 ，what the fuck， 奖励局。有塔龙吗？达瑞文现在打攻其实挺厉害的，他那个增加五点攻击速度，我自己蛮喜欢用他来打攻，这个版本。以前达瑞文二感觉跟五连胜都没什么关系，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前期好挂的东西，譬如说四决斗啊，或饭啊，或者是三大枪手之类的，挂个达瑞文提供的伤害是还蛮划算的。就像这种就是走大阵嘛，走大阵就可能死在路上。塞特其实也算是走大阵。The fuck？ 究极奖励？我这边留得了全部东西吗？可以。打瑞文这回合比较强，我要五连胜，一个这个。这边打瑞文强一点。以为我会等你很久。开蹦。好，没问题。肯定开工啊！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南瓜三娜不是也很强？达润强一点点。我自己觉得，直接掉一个火斗，再掉一把弓。哦，气顺了，气顺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哦。凭什么你烧起来？来我家，来我家。哇，岩出法随，下一个商店傻咪啦。下一个商店傻咪啦 ，OK， 一张就好。
三张太明显了，一张就行了。工程师应该现在在听台吧？工程师，谢啦，马奇，马奇啦，傻逼啦。我三费有什么？贾克斯雷文，枪手。不屈之境，博两飞也有那个、啊、飞爱的另外一个。哎呀，可惜不是那个披萨。是披萨就好了。Never lucky。啊、上载可以挂个 AI， 只把 AI 加攻速。可以当一个副 C 吗？嗯，但这个版本你有更好的选择啊。提示：他的名字有一个特字。就说到这儿，是谁不好说。你可以挂个这个。他的 AI 是什么？我还没有踩到那个海克斯天罚，怎么那么衰啊？刚刚是223，不是332。攻速，哇，那这把没了耶！兄弟没了呀，该不会没有人要大剑吧？该不会这一局大家都不要大剑吧？OK OK， 又是一血没人要大剑，该不会这一局没有人要大剑吧 ？Never lucky。Match。你要大剑干嘛呀？感觉可以两只神啊、欸！这里的连胜就不低了，没了就没了，有的话就运气好。这边就是胜败难免，赶紧上吧。这边花钱感觉是错的。有两个很好的对子啊，但这两个对子要对上，我如果花了10块钱，嗯，感觉不太值得。假设我要低十下的话，要花到10块左右，起等30还行啊。前面那个连胜跟血量直接上8吧。浪客精神圣杯，
顶级理解。怎么在北海道还在看台？哦，这感觉最好，加攻速。娃的特别的是什么？还真的是挺 Q 的。贾克斯这边就得留了。贾克斯这边就是最棒的了，他等下就是肥料了，肥料已经准备好喽。就差你一个了，法医，哇，法爆，法爆后面给草人，好像可以接受。哦，这个做泰坦或反甲。新的地图包长什么样子？我看觉得还好吧，要抽也是可以抽，安妮比想象中的太便宜。平民枪现在没料了吗？有料呀。挤入三。但首先你要有钱啊，这把铠甲好卷哦，怪物好卷哦，没人要特哎。等一下还不一打一打的抽，哦，哇！摔勒布朗，等下得滚了。有牛飞爱流，然后特加这些。自带高端购物，我这把是封天期，还会跳我、啊？哎呦，别对位呀、啊，兄弟，干嘛呢？来喽，动动动动动！考虑姐扣他们一张吗？感觉玩伏牛的、玩灵人的都要那个让考虑姐。我是卡米尔，黄金门票。不对，这家不是。
对，它是五房法爆毒吗？反甲魔斗凯撒，没人要吗？哦，这张是可以没有人要的吗？知道该怎么做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来份正事吧。阿特嘞。傻米拉跟特嘞。哎。拿出五金抢吗？抢呀，没道理会弱呀。Hello， 特。玩的跟 build 一样，三精英最好的精英啊，傻米拉嘞，嗯，没有人开枪手呀，跳起来吧，甲哥是太贵了。当肥料都嫌太贵了。我都有一个大尖，有一个铲子，蜂鸟。
有必要抽这个傻米亚日吗？猪猪记得不要放中间，你放左跟右就是二分之一，第二到 C 位，你放中间是百分之百定不到。动，该开大喽。精英船，精精。摸豆哥 ，IE， 给谁啊？往上走。该开大喽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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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伏牛！哎哎哎哎，开大一下 ！Nice！ 斩杀动画来喽！还是给拜。30% 的攻击力呗。嗯。哦，他的换位是真换还假换？假换。足足没招到。丢丢丢！伏牛，伏牛全收，血腥猎杀伏牛，伏牛，猪猪方队这边把他杀了，可惜。不过我这只牛有什么用啊？秘书，其实还行。相等有什么用啊？第一个这个二吧，两个对子。哦，上等再补个秘书。精进，巨杀真意。
fuck？ 太难低了。相等吗？相等没钱抽牌了呀。相等亚飞跟亚飞不见得会二，然后萨米亚也不见得会二。所以刚刚要问一下相等能干嘛？你花64块相等，然后没办法干嘛？大东枪怎么选？惊叹号大东枪。谁活下来了？岩雀吗？浪客精神女枪。这边看他圣杯的位置，看他圣杯的位置，看女枪在哪。吃吃吃！顶级理解，确实顶级啊。1500，爬高。